历史老照片，图伊赫本和格蕾斯凯利的合影，图三海蒂拉玛的童年照。1956年第2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期间，奥黛丽赫本和格蕾斯凯利在 Rainbow Pantages 剧等待后台的合影。两位好莱坞女星的颜值非常的高，其中以格蕾斯凯利的气质最为高贵。普密蓬阿路德，泰国切克里王朝第九代国王，又称拉玛九世。他年轻时的颜值颇高，俊雅的容貌，高贵的气质，简直太帅气了。图为普密蓬与妻子施利吉的合影，海蒂拉玛的童年照。这位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，小时候的颜值并没有成年后惊艳，也是一位萌萌哒的小女孩，难得一见。甜歌天后邓丽君天生丽质，圆圆的脸蛋略显婴儿肥，甜美的笑容，清亮的眼眸，如同邻家姐姐一般。她的外形也蕴含传统中国女性婉约温柔的特质，令人惊艳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